今天出海所看到的就是有领航鲸还有浮式海豚两种，然后领航鲸呢大概是数量有大概70到80只，蛮大的一个群体，然后浮式海豚呢差不多有600只到700只的数量，哦，就是比较蛮幸运的能够遇到两种不一样的，然后还有那么大的群体这样子。今天出海的风浪状况非常棒，然后就是我们7、8月份暑假这个时间啊，都是最适合出海搭船的一个季节。还没有看到领航鲸跟大概几只？啥？目测看看，我觉得至少有20-30只以上。所以看起来很诱人，对不对？很壮观呢、啊。就像看到、這個，非常的值得。今天很幸运的出去哈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组群，很难得碰到的领航鲸，大概有100多头，每一只的体重呢，大概在1000公斤到4000公斤，也就1吨到4吨左右，很难得它能够聚集上百只以上哈。那今天所有的游客出去非常的幸运，看到都非常嗨。那么花莲外海最近鲸豚的出没率非常的高，我们岸上有疫情，海上没疫情。如果各位我们解封了哈，那有机会到花莲来走走，呼吸一下我们的新鲜空气，到我们的大海去畅游一番。